蜗牛探西游第10067，文牵着蜗牛散步一孙悟空第一次大闹天宫，以玉帝招安结束。太白金星带着玉帝的招安圣旨来接孙悟空上天当弼马温，我们以为孙悟空肯定不会答应，或者至少要推脱半天，但原著中根本没这回事，相反他还很高兴。这是为何呢？原著中孙悟空上天之前是给四剑将及众猴这样承诺的，谨慎教养儿孙，带我上天去看看路，却好带你们上去同居住一点。原来除了猴子天性外，他还有把花果山班底搬到天上的想法，想让众猴一起去天上享享福。但是这个承诺之后孙悟空就再也没提起过，这是为何？二，我们来看孙悟空第一次任弼马温待了多久。原著第四回，他嫌弼马温官小，返下天庭，回到花果山，众猴接到他道：恭喜大王上界去十数年，想必得意荣归也。猴王道：我才半月有余，那里有十数年？众猴道：大王，你在天上不觉时辰，天上一日就是下界一年里，请问大王官居何职？这一问的确让孙悟空十分羞涩，但也给大家坦白了，这一次他在天上待的时间其实是半个月，在这半个月中他没想起众猴，也情有可原，因为他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根本没时间考虑其他。但第二次上任任齐天大圣待的时间就长了，我们看他再次因偷蟠桃逃下天界是如何与众猴说话的。大圣高叫道：小的们，我来也。众怪丢了器械跪倒道：大圣好宽心，丢下我等许久不来相顾。大圣道：没多时没多时，且说且行。进入洞天深处，四剑将打扫安歇，叩头礼拜毕，俱道：大圣在天这百十年实受何职？大圣笑道：我记得才半年光景，怎么就说百十年话？剑将道：在天一日，即在下方一年里。原来这次是在天上待了半年，地上则是百十年，而这半年中孙悟空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天天串门聊天，后来管蟠桃，又天天偷桃子，也一天也没想起过给众猴下的承诺。也许是感觉不好意思，也许是花果山的酒实在喝不惯了，他又在重返天庭偷了一些仙酒仙桃回来给众猴尝。三，因为这次惹的祸实在太大了，因此孙悟空被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。在这期间，花果山被二神烧山，死掉了大半猴子，后来又被猎户猎杀。等孙悟空因三打白骨精被唐僧撵回花果山时，四万多猴子只剩下不到一千只。可见孙悟空答应给他们幸福，结果幸福没等到，等来的全是灾祸。孙悟空为何之前的承诺也没兑现呢？很简单，他上天之后才知道等级这么森严，以他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把猴子们带得上天来。其实很多人在体制内工作，领导常说你放心好好干，到时一定向上级推荐你，但真到了给上级说事的时候，他首先肯定是考虑自己的利益，把部下的功劳全弄在自己身上，如果自己升官有望了，才有可能附带推荐一下小弟，如果推荐成功，他就以恩人自居，你一旦不听他的话，那就是忘恩负义。其实这本来就是你自己工作应有的回报，但你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平台之前，还不得不好好干工作。领导虽然 90% 不会先推你，可你也得出了 10%， 因为众猴如果没孙悟空带他们上天，他们怎么也不可能到天上去看看的。